传播金融知识，分享价值干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鱼儿。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到银行办业务时，银行工作人员拼命地给你推荐手机银行。银行大力地推荐手机银行，我认为有三点原因。一，方便高效，降低银行运营成本。使用手机银行可以很方便地办理各种银行业务，银行为了提高竞争力，降低运营成本，所以引导客户开通手机银行来办理业务。手机银行让客户办事更加方便高效，客户不用每次办业务都跑到银行排队等待。还有手机银行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很多业务都是可以24小时在线办理。手机银行这些高效的功能可以提高用户的体验，增加用户的满意度，最终也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收益。二，银行战略的实施。手机银行是一个大的平台，银行让客户开通以后可以延伸别的业务，比如为客户提供信息查询、转账汇款、缴费支付，如缴纳燃气费、电费、取暖费、电话费、交通罚款等，信用卡、贷款、存款、投资理财、账户管理、个性设置等金融服务。从平台的这些衍生业务，一则可以留住用户，二则可以从这些衍生业务当中赚取一定的利润。三，完成任务指标。为了占领市场，有些银行每年都会下发手机银行注册用户目标，然后把目标分到省行，省行分到分行，分行分到支行，支行最终分到人头。而且这个目标往往是硬性任务，直接和绩效奖金挂钩。而对于普通银行的职员来说，一旦领导把任务分下来，就得尽力去做。一般完成一个注册会有十几块到几十块钱不等的收入，但若是完不成任务，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除了克扣奖金外，你在领导眼中的印象就会打折扣，甚至直接影响到升职、评选等利益。所以银行工作人员才会努力的去给你推荐手机银行。个人认为，主要是以上三点原因才是银行努力推荐手机银行。大家呢，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，欢迎留言评论。下期见。